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夏。今天咱们来做一款贴纸的蝴蝶结款式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夜之雪猫眼的11号，先打了这个一遍底啊。打好底以后呢，咱们来吸光。猫眼胶的话呢，要比普通的色胶涂的厚一点点。然后它是一款宽猫眼，吸好以后特别的亮。然后照灯擦掉浮胶，咱们用咱们这个高密度的铂金膏来给它画出边框啊。这个高密度的铂金膏呢，是非常的好拉线条的。然后无名指和食指啊，大拇指，我用到的是那个暖裸白的01啊，这些都有单瓶，找不到的话问小店的客服啊。然后咱们擦掉浮胶，用这贴纸咱们来给它做个蝴蝶结。首先咱们就先把这个贴纸呢一半撕下来，然后拧出这个结，然后再把另一半这个贴先贴上，然后再把另一半贴下来，中间做一个小结儿的款式。然后食指用到的是爆闪铂金银，打了两遍底，最后全部上加固。带贴纸的地方一定要注意，一定要按压结实，最后冰晶封层，亮晶晶的。学会了吗？我是游夏，记得小心心哦，么么哒。